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你想不想上帝听你的祷告，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说，上帝，我求一个 Nike 的鞋，他结果得到两双。超就是这样，超过意思是超过所求所想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听他是超过所求所想的。但是很多人呐，连想都不想，连求都不求，怎么会超过所求所想呢？关键很多时候你没有常常想，没有常常想，也没有常常求，你怎么会得到超过所求所想的呢？兄弟姐妹，我们必须先要有所想，有所求，然后才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们。若我们根本无所求无所想，神无法为我们成就什么。难怪一直说牧师啊，为什么祷告那么久没有事情？你有超过所求所想的。不要紧啊，有无好无，无好还无好啦。不要紧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不要紧的，一天过一天。难怪啦。圣经讲，这个是应许的。我希望你把这个经文背起来。这个每一次遇到很大的灾难，所以说，神，你必照着运行在我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是应许来的。上帝，我遇到任何问题，这是你讲的，你在我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不会背中文的，我背英文的。以前我在英文教会的。Now God is able to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that we ask of things,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and His glory. 我背从小就背这个经文。每次我遇到这个经文，我遇到任何难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上帝说：“上帝 ，Your promise say， 你的应许说 ，You are able to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that we ask of things.”According to your riches and your glory， 然后每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Now God is able。英文很有意思。Now God is able。Now， not the past， 不是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最主要是现在。Now God is able。神能 to do。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we ask of things， 根据他的荣耀的丰富。我们在主里面不光只是要有所求所想，而所求的不只是环境的亨通，所想的不只是世界的福乐，乃是属灵的成就和工作的推动。这样神就照着我们里面所运行的能力，要为我们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兄弟妹，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很不用，你不用带着害怕了，不用为你的未来而害怕，不用为你的生命而害怕，不要为一些你觉得一直不能胜过的那些恐惧，黑暗啊，蟑螂啊，老鼠啊，心疼啊，壁虎啊，种种啊，很害怕。因为你可以坦然无惧的，一旦遇到蟑螂兽，我奉耶稣的名死掉。你遇到老鼠，奉耶稣的名，我告诉你，我跟你讲见证。其实我从小就很害怕一个人，我很怕黑暗的，我是一个很怕暗的人来的。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我从小就很小很小，我记得懂事以来30岁，我家里的人几乎都每天都讲鬼啊，讲神啊，这些东西啊，鬼怪的东西啊，我从小就被那些鬼啊怪，我很害怕。这是秘密，还没有人知道了。我很怕黑暗，我用很多年克服，我也是很害怕。我睡觉的时候要开灯睡觉，不能关灯睡觉，因为我怕黑暗。但是信仰耶稣之后，我用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克服这些东西。
我一直宣告上帝你我同在。你看现在我去到那里，我一个人，我有时候一个人在教会整间教会，我一个人睡，一个人住，灯都关到完都 OK。我经历很多，我告诉你可以克服的。我在讲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我有什么东西害，我有什么东西怕的。我想来想去，我几乎什么东西我都这些都不怕。我曾经是怕黑暗的人来的，但是今天感谢神，我已经克服了，因为我知道我去到那里，最怕的是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有什么好怕的？阿门。所以你今天有问题吗？有害怕、有惧怕的问题吗？你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求神让你得胜。阿门。那么一起来。